下面介绍自由时标量产的生成泛函。生成泛函其实就是含盐的真空到真空的振幅。含盐的，其实是海森堡绘景的嘛，啊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在无穷远的过去，啊，它是真空。那个时候是无穷远过去的时候的哈密顿量的，本真态。这个是无穷远的将来的时候的是真空，那就是无穷远将来的时候哈密顿量的本真态。所以这种是属于是旋转本真态，啊，所以本真态是依赖时间。就是加个 J 呢，代表是含盐的，就是它的盐相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突然打开，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关闭。那这个，因为我们目前还是研究的是自由部分，所以加个零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它是正比 Z 零 J， 加个零代表自由的意思。有相互作用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零弃掉了。其中，L0就是前面的那个 L0 加上一个盐项，就是外盐跟 phi 的耦合，外盐即为 J， 然后再加一个收敛项，减去 F(d4x)(d6)(d6)(y)平方，因为这个是虚部嘛，是吧？虚部的话，不收敛，你加上一个负二分之一。然后 ，epsilon 它虽然是个无穷小量，但是它可以起到保证这个收敛性。那整体你可以把它们写成一个整体。其中的这个 epsilon 项是，就是那个，你加了这一项之后，它这种路径积分就收敛了，就不需要再做微克转动。如果你是需要做微克转动，把这个路径积分转到欧式的空间的话，你就可以不加这个东西。epsilon。phi 平方项是为了使路径积分收敛。
若不加入此相，则悉自有作为的转轮。把这个 x 零呢转为这个负 i 好，如果你不加入的话，你就要做那个转，才能使得这个路径积分树立。